今天早上的行程是我要去飞这个滑翔伞啊！我这人其实挺恐高的，年轻的时候还好，但是越老可能胆就年龄越大胆越小，就不太敢玩这些很危险的东西，比如说过山车啊，或者是跳伞啊，或者滑翔伞。面对这么漂亮的景色，我感觉还是需要去玩一下，因为这种机会可能不是哪里都能玩的。经过一个小时的跋涉，终于来到了这个飞滑翔伞的地方。今天天气也非常的好，因为前几天还有点下雨，然后今天在这个地方没有下雨。一会儿就要飞了，有点，你们看着我很淡定，其实我很紧张。我靠！但是我假装很淡定，因为这里有漂亮的女生，如果这女生看到我跟男的这么怂，不太好，所以我假装很淡定。我假装 ，you know it's true。Easy 啊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件景色，然后一会儿我就会从天上看这个景色，很空旷，哇，这转的太厉害了吧，哇，都翻过来了，我的天，这个教练说，如果你想玩刺激的，你就跟教练说，教练会带你玩一些刺激的，靠，怎么办？教练你就具体一点哦。这个体验是真的很棒，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。飞起来以后就坐在那里很惬意。唯一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很硌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勒。你飞之前一定要确保你在一个舒服的姿势，不然的话你在空中是没办法调整的。所以我就很那啥，真的很爽。OK， 各位老铁们，中午好。那么又到了午饭时间了。刚才回去稍微休息了一下，因为坐那个滑翔伞虽然不是很累，但是他那个风吹的头有点晕，刚才开车的司机师傅就建议我来这里尝一下，因为他说他这里的奶茶很好喝。解决完午饭以后，我要骑着我的蹦蹦，去清水断崖，回来的时候再去七星潭。建议大家，如果你们来的时候，你们也一定要租这个蹦蹦，不要去租那个车，其实骑这个蹦蹦很爽的。接下来给大家看到是这个全台湾最骚的龟啊，你们没有听错，就是龟，最骚的龟。看这个龟很骚，它，你是猫吗？你上辈子是猫吗？哎，它扭头过来看我，哎，丽别睡了，丽哥起来吃饭好吗？脚这么拖在后面啊，那是尾巴吧？那是尾巴吗？还是什么鬼啊？应该是尾巴，我走了啊，你继续睡吧。哇，这个很激动啊，这个他以为我要撒鱼，他以为我要撒尸，哇！转发这个视频就等于转发锦鲤，好吧？我激动了，激动了，我的天！哇，好通人性啊，这个东西。清水断崖，经过30分钟的这个小蹦蹦的，还好戴了墨镜，不然我估计连眼都睁不开。那边就是
清水断崖。我靠，这边有个直升机飞过去了，那说明我的 BYC 虽然没有 YC， 但是显然是 BD 了。Shit。现在出发去七星潭，七星潭就是一个海滩，但是海滩上没有沙，而且全都是那种鹅卵石。Let's go， 还要开，估计得开个15-20分钟吧。这个蹦蹦最高开47码，就是47公里每小时，挺傻的，坐在一个蹦蹦上。哎，不过这个车开起来还是蛮爽的。救得快，不然我的相机就被卷走了。我不愧是学土木工程的，结构稳定，还敢能加石块，你们敢信？你们信不信？我跟你说，今天的风力有达到了15级，能在15级风力下做到这种水准，也就我了。请欣赏我的作品，海上擎天柱，太厉害了。好，保留这儿吧，如果不是人为破坏的话，可能永远都会立在这里。那么今天花莲的行程呢，全部内容就结束了。很推荐大家来这个地方，真的很好，非常适合旅游，然后景色真的很美，千万不要把这些石头带回家。那明天的话，我会继续回到台北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点赞收藏，这也要收藏吧，全是旅行的干货。收。